的保养大教室。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系列，一个组合，它也没有系列，就是两样产品，同一个牌子的。来看清楚，看清楚，再看清楚。来介绍这两样产品，这个化妆水，这个面膜，大家有眼睛的都看出来哈。然后这一款就是祛痘的化妆水，这一系列其实它的功效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抗痘祛痘。然后它们都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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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以100天然的茶树。这一罐的成分，请看这边哦。巴总监为你介绍它的成分，在这边。撕开，给我看一下。哦，它的精华液是透明的，然后有一点小小凝胶状，又不是太凝胶，也不是太水。我闻到它的茶树味了，你看这么远我都闻得到，感觉敷上去凉爽舒适。这片可以搭配秀的冰豆，这边冰冰凉凉的，可以淡化你的斑纹、雀斑。然后敷这一整片，你其实女生最常长痘痘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下巴、在额头、在鼻子。所以这是刚好就是让你舒缓你的痘痘的地方的时候可以敷着。然后这一片也镇定效果 very good。看过来。清爽舒服，而且它的精华液非常多我发现。来看一下，它里面还是有满满的精华液，满满的精华液。然后你这试下就拿来擦脖子啊，擦脸啊，然后脸部做个按摩，然后让它快速的吸收之后，这样今天的面膜就完成了。